原标题，慈禧墓中真正的无价之宝，因为太不起眼，被孙殿英当垃圾扔掉了。慈禧是清朝末年真正的掌权者，后人对他的评价一直都不高。慈禧的存在并没有给清朝带来任何好处，反而使得清朝加速灭亡。慈禧在生前十分的奢侈，就算是死后，他的墓地和陪葬品也是令人啧舌的。在军阀混乱的时代，有一个军阀叫孙殿英，他是一个盗墓贼。在1928年的时候，盗墓贼孙殿英盯上了慈禧的墓。我们都知道慈禧是一个生活奢侈的女人，盗墓贼也知道慈禧的墓中一定有好东西。当时的陵已经被军阀看守，孙殿英借职务的便利想要盗取慈禧的陵，因为并不知道陵墓入口在哪里。他们到处挖掘，最后在一个院子里找到了入口。进去之后更是被里面的富丽堂皇惊到，里面的宝物开始被疯抢。后来一个士兵说自己在慈禧的墓中捡到了40多颗宝珠，这些都是别人不要的，一个普通的士兵就可以得到这么多的宝贝，掌权者得到的肯定更多。这位士兵从墓中出来，他却后悔了，因为他捡宝珠错过了最值钱的东西。孙殿英在进入陵墓后知道了慈禧的尸身，虽然经过十几年的时间，但是并没有腐败，他就认为慈禧棺材内肯定有好东西。他打开了慈禧的棺，发现了大量的金银珠宝和字画等宝物，这些宝物都是价值连城的，甚至慈禧嘴里含着的东珠价值高达8亿。但是这些宝物并不是慈禧墓中最有价值的一个，最有价值的一个被孙殿英给忽视了，它就是慈禧的棺木。慈禧的这个棺木使用的材料是上好的黄花梨，可以说你材料本身就是无价之宝，因为黄花梨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使用的，只有高官贵族才有资格使用黄花梨，它的金贵不是没有原因的。黄花梨不仅外表美丽，而且不会变形，并且慈禧棺材的制作是经过几十道工序，当时清朝最有名的工匠制作完成的。他内棺的装饰就有13层之多，并且慈禧的尸身可以保持不腐烂。这个黄花梨的棺木有着不小的功劳，这样的棺木可以说是第一无二的，不仅造价高，收藏价值和科研价值也是不可衡量的。令人遗憾的是，慈禧的陵墓被破坏后，棺木被孙殿英当垃圾丢掉，不知所踪。这种制作皇家棺木的工艺就此失传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